Hello， 又是我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中心。出发，有开冷气的感觉。大哥，我想要这张。你要来，好，那边那个考虑一下，好，这张对。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先过桥那边，等会就可以看出来。好好，谢谢。好，然后一张牌子。300块，刚刚缴费完成，缴费完成后拿到这个，一个是发票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领取单，然后这个领取单在缴完，在打出去的时候，要把上面的照片给门口的人对一下，就是这个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搬出去了。可以出去，超快买完，一只手扛椅子，一只手拍照。但这个椅子有点咔啦咔啦，就是脚不太起，可是木头还不错，而且很重。不会看木头的话，我就先看它重不重。如果很重的话，就是很赞。好，现在思考怎么载上去了。一分钟的巧思大概长这样。等一下呢，我就这样子把椅子夹回去，然后因为骑的时候可能没办法拍，所以你们看不到我跌倒的样子。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怎么骑的，右脚直接拿来固定，对啊，我们到了。